Hey, I don't see you there. All right, 那我们接下来又会继续进行。等一下5点半，等一下就会准时进行我们的 Napoleon Total War, the life for Napoleon。好，我们会玩到第二个战役的部分。当然可能会分几集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分级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玩过第一大关意大利战役之后的玩所有战役。所以呀，敬请期待，但同时也请，也请不要泡我说啊，你怎么都不会玩，你怎么乱玩？那至于10点半的话，我们就会来直播曹操战役，因为我目前估出，目前认为啊，我们刘备战役这光刘备战役这32集真的太久了，所以说最好的做法呢，就是我们假日的曹操其实就归在直播的部分，所以对啊，我们晚上10点半会来直播曹操的部分。那你说我们之后还会不会再进行投票吗？就看各位的观看次数这样子来决定了哈。因为很多时候我因为如果你们越来越少看的话，我就会直接决定把这些直播系列给咔掉啊，除非是像这种也有包含录影的这种。录影的这种影片，我才会选择留下来。但基本上，如果你们不想看下去的部分，我会停止，自己停止这样，或者是你们告诉我说啊，这看腻了，那好，那我就停止。绝对不要吝啬的说啊，不要，就是尽量表达你们自己的意见，这对你们或者是我来说都很重要哈。所以说，对啊，我们之后周六周日的直播，礼拜六固定是5点半，然后晚上还有一次10点半，然后礼拜六是下午4点半到下午4点半，然后还有晚上10点半各一次这样子。那我相信，但是如果有还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就是例如我今天可能会休息，选择休息的话，我就会在 FB，也就是我们东尼反 K 的社团告诉各位说，我们接下来我到底会干啥？我会不会录影，或者是我会不会停止今天暂停这样子。好了。那我这就是个直播，关于直播的一个小公告。那我们在16分钟后见。好，我要准备设定一下 setup 了，我们就拜拜，待会见。哎。